铝膜精简机进行样品测试。首先正常样品，正常通过，机器没有报警。然后现在用不锈钢，不锈钢6.0的规格模拟异物。检测到异物并报警，将不锈钢测试卡放入样品下方。检测到异物并报警，我们再进行一遍测试，正常的，正常通过，没有报警。